Yay!这怎么用？三个代币可以干嘛？开队伍，这起队，然后什么？以不败之姿晋级的队伍，不败的话，我觉得。感觉是 face 瑞士自强强自强碰强弱对弱，这么狠哦，不给人家吃分了就对了。只有第一轮有吃分机会，那会不会打到最后面干你娘是他妈的一个外卡一个那个二线队打那个一线队顶尖的？喂？是。干你娘啊！还以为他要帮我升那个我的额度，超级白信贷方案，借钱不用还我才借啊！干你娘，吵什么吵？阿杰买五五的吗？没错。感觉这样听起来，有几对蛮猛的哎、欸，我想放 face。看一下哦，哪一队啊？这个吗 ？P E P N Gaming， 皮炎阿显这个顶级外援怎么还躲在高雄？没办法，我身价太贵了，没一个战队签得起我，叫 P S G 创个战队吧，有钱的战队我才可以啊。先选0-3的好了。0-3的这个 Apex 还是蒙古队 ？FX 要三顾茅庐，请出杠杠哦。确实啊，杠杠哦，现在周游列国去了，不在深山里啊。我想，我也不知道哎、欸，好难选哦。这个，蒙古队吗？可是我觉得蒙古队不烂啊。你要想亚洲队捞到一胜，你这0-3就没了。那我们就选择0-3，真的要找烂咖跟赛制啊？赛程排出来了吗？感觉是这一个哎、欸，我要选这个0-3，嘿嘿嘿。全败要不要蒙古队或 FX？ 这么不看好这两队哦？这两队很烂是不是？好，那就先这样。我先把我觉得会进的丢进去啊。然后不会3-0的。OG 级的队伍，阿嬤讲话好大声，干你娘，到底在吵什么？ENC， 我觉得 ENC 跟 Face 两队，其中一个会3-0哎，我觉得啊。这两个是最有机会3-0的，水马会全胜，我觉得水马抖抖的。Face 放下面吧，最稳，有道理耶，我们是来赢硬币的啊。还是换 OG， 感觉帽子也抖抖的。帽子稳进，
真的还假的？帽子会稳进哦，稳中稳，真假？帽子现在有那么强？还是帽子这个？不可能。这样，差不多吧。剩下的感觉都菜菜的啊。NIP 感觉很抖啊，我是很想放 NIP 在下面，可是他感觉只打得赢 OG， 哈哈，我觉得啦，我不知道，我觉得 NIP 有时候很抖，还是这样 ，NIP 其实也很适合放在零杠赛，你知道吗？他们这个队伍就很抖，很难讲的，他们就是一个很漂浮不定的人。还是这样，可是干这几个二线队，这个有这么强吗？这个 Mountain 有这么强？有 SDY， 好，那我信了，差不多这样吧。感觉剩下的，感觉剩下的也差不多了呢。OG， 再看一下影片。再 double check 一下，我放的应该是差不多了啦，感觉就是 OG 水马帽子这三队要放要舍弃一个的，感觉是差不多了。Fade 看起来不错，不可能，那个绝对是淘汰的。NIP 不会进吗 ？NIP 我觉得很抖啊，看他们比赛都有一局没一局的。所以他们超爱打 overpass 的，嘿嘿，他们是 overpass 的神啊，超爱打 overpass。过年是买55那个吗？对啊，最后一届了，直接开 Loki。NIP 没料，我觉得他们还好啊。不然你觉得下面这七个哪一个换 NIP？ 不然这样子好不好？嘿嘿嘿嘿，这样总可以了吧？阿贤想要哪队夺冠？我都还好，我没有特别支持的队伍。以队伍来说，没有特别支持的啦。主播杀神完美连输，该凯瑞他了吧？我完美认证还没过，可能是被抓到我们的身份证是用假的了。身份证怎么弄假的？教一下。我跟你讲，你最简单就是去拿你阿妈的身份证，反正你阿妈这辈子大概也不会去大陆了，这个是最快的方法。这个绝对是最快的方法。反正你阿公你阿妈这一辈子也不会去大陆了。连去香港转机的机会应该都没了啊！我阿妈很常出国啊，反正是你阿妈被抓走，又不是你，没差啦。他出国没带你去，被抓走也是刚好而已吧。阿贤 G2 没料吗？没有啊，不想奶 G2 而已。这个硬币是可以拿去买那个纪念箱，是不是？是吗？我没记错的话，一颗换一箱，再一颗好不好？